呢，我们来跟各位介绍裤子的整烫方式。好，那裤子原则上从裤头啊顺一圈，然后再烫裤管。可是在整烫之前，要先看看裤子的口袋。好，这件裤子口袋很好，如果裤子的口袋不是很平，要先翻出来啊，翻出来，稍微啊简单的把它烫平啊，稍微简单把它烫平。烫平之后呢，我们要来烫裤头。啊，裤头之前呢，就裤裆这里啊，如果这里很皱的话，也先把它烫平。OK， 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顺着裤子来把它绕一圈哈，绕一圈裤头的部分。裤头的部分，我们在绕的时候，它这一件是有打折的，打折裤。打折裤通常我们这样在拉的时候，如果你不方便拉啊，这样拉起来每次跑掉，那也可以建议大家可以用稍微侧一点的，从这个角度啊，这样就比较好拉，看到没有？那我们先烫这个线，因为这个一般在家里烫线最讨厌就这样，所以我们可以啊斜的角度啊斜板的角度来，我们稍微烫一下，把这个线呢、啊、一样啊一样烫的时候一样要先开蒸汽，蒸汽完之后稍微要烫干啊要烫干，烫干之后那个线就很挺。那如果你怕裤子会发亮，这时候可能要拿一块布啊去踩一块布把它垫上去，垫上去之后这样烫。那我们为了示范，我们今天就不垫布了，因为垫布各位看不到哈。记得上去的时候一定是蒸汽，喷了蒸汽之后要让它挺，重要的关键就是要把蒸汽烫干。好，那这个线就好了啊，线就好了。好了之后呢，我们就来顺一圈了。我们可以从这边裤头这里，因为线已经烫过了，所以我们可以从这里来烫啊，稍微烫平蒸汽，一样蒸汽下去，然后啊不要烫到线，线已经我们压好了，好就把它收干就很挺了。接着。啊，我们可以烫口袋这里，啊，这里，啊，这里可以先，啊，分两段，这段烫完，稍微烫下面一点，口袋这里，然后再往下拉，我一次，啊，因为这件裤子比较大，所以我们就分两次，好，再把这裤头烫完一样，啊，要让它挺，就是要让它干，哎，干了之后就很挺了，再接着烫后面，啊，如果一次能烫平就一次。一次不能烫平，有了裤子大就分两次，就分两次。那烫的地方一定要拨平啊，要垫一抖走过这样，一定要拨平，一样，喷上去蒸汽，然后停掉，让蒸汽干，一定要烫它两次，啊，这两次裤子就停了。OK， 烫完之后，在这个打折线的这个地方，把两块从这里哈，啊，在线的对上面这个地方抓起来。把它拉起来啊，弄平。等一下我们要铺到上面，如果你觉得铺上去你等一下不好弄，你也可以反过来，从裤脚也可以，刚从裤头都可以，把它抓好，裤脚抓好，裤头抓好，然后抓住刚刚的这条线啊，抓住这条线，然后把它平放在上面。啊，因为这条裤子比较长，它这比较短，怎么办呢？我们先把它凹起来，好，先把它凹起来，裤头凹起来。小孩子裤子可能一次就完成了啊，大人的裤子可能多凹几次。好，那我们就来了啊，这个一样太长了哈，先把它折起来，我们分两段，太长我们就分两段，太宽我们就分好多次，啊，这样子把它摆平，顺手把它摆平 ，OK， 所以我们要分。现在呢，我们要烫这条线，线一定要对齐啊，线一定要对齐。好，开蒸汽，蒸汽开下去之后，一定要关掉，它最后挺不挺就是在关掉这里。如果你要挺一点，可以稍微来回几次。稍微用一点力量啊，或者两次开蒸汽也无所谓啊，有时候蒸汽量不足，开两次啊，有蒸汽，裤子挺不挺啊？烫的好不好看就在这条线挺不挺 ，OK， 好翻起来，刚没烫到，两个烫一烫，烫完之后 ，OK， 把它拉过来，轻轻的拉过来，拉过来主要我们是要对到能够放到这里，能够烫就好了 ，OK， 这里线都在这了。蒸汽上去，记住关键点，关掉蒸汽，在上面停留一点点时间啊，一点点时间，最后停不停就在这里了。OK， 好，这时候呢，我们可以把下面这没烫完的，这上面把它稍微再往上一拨，来下面这一块了，剩下面这一块了啊，把它摆平，因为刚才下面没有烫到。如果小孩子的裤管就可以一起成型啊。大人的裤管我们就分两次，OK， 然后完了之后一定要把蒸汽关掉，在上面一定要停留一下下的时间，这就会很紧了。好了，这一面
两条裤管的内面都烫完了，这时候对齐了，我们来烫外面了。这时候你可以直接啊，直接这样烫也可以，或者把它翻面烫另外一面，那没关系，我们就直接了，直接就烫这一面，然后翻过来再烫另外一面。啊，你从哪一面大概无所谓，可是关键是要把这个线对齐，把这个线来对齐，然后烫出双线。那如果你觉得不太有对齐，那线就不要再把它烫一次啊，线就不要再烫一次。好，先对齐了，对齐了之后啊，喷蒸汽压干、收干 ，OK， 好了，再来翻过来，烫后面这里了，给拉过来一点，好，最后呢，我们就把它翻过来，把这边做最后修整了，修整完就可以完成了。OK， 好，最后了。完成，大功告成，这样就是一个非常笔挺的裤子啦。好，这是我们现在整烫出来的裤子。那刚刚介绍就是裤子的整烫的方式。那记得，如果深色的，有些裤子会发亮，你压下去之后就看到有发亮，就需要垫一块布来烫哦。那如果不会发亮，就直接垫一斗。那我刚讲裤子要不要挺，就在前面那条线，所以那条线特别注意，不要去把它烫穿线。那要让它挺，就是蒸汽要足，然后烫完之后呢，一定要把它烫干。啊，这是所有烫衣服的技巧。好，谢谢。